位置就在台北市的第一选区哦。可以看到呢，其实这也就是吴思瑶的竞选总部。4点一到的时候，其实不少的人呐、都已经这个支持者已经涌入现场，要来帮吴思瑶加油打气喽。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。没有，我们最新的回报回来，目前的票数，目前登记2号吴思瑶目前10309票。暂时领先7号汪志斌的8345票，一起来吴思瑶加油一下，吴思瑶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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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思瑶思瑶思瑶加油加油。现场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热，因为这个选区是面临了三输对决，不只是吴思瑶，而且呢还面临这个李婉玉要来瓜分选票，还有蓝营的汪志斌。不过呢，这个李婉玉看起来似乎是没有瓜分了太多的票源，因此呢支持者这边的士气真的是非常的高昂哦。而稍晚之后呢，这个吴思瑶也会到总部来，要来发表这个感言哦。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。